我们这里偏僻了，这个路途比较远一些，那个交通不大那么方便，来的人比较少，就是这样。我们的自然环境比他们那些都比较好，他们有的就是不知道来。是吧？你拿完啥进来的？不用什么吗？是，马上就去。来，你也，你要打油的拿4块钱。嗯。黄村本的，然后。嗯。